日常溜妹。我呢就是陪妹妹过来开盲盒，然后顺便来吃东西的。现在呢我们去点个餐，她还有很多东西呢都没有做好，所以呢一会呢小姐姐会帮我们送过去。好啦，我们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真的很好奇今天妹妹到底要猜什么盲盒呢，要跑到肯德基来猜是什么，怎么没见过，就是这个特别适合我这个小心灵的迪士尼盲盒啦。妹妹已经开始猜盲盒啦，我们在旁边吃东西，爆米花、薯条、鸡块。哦，她终于都猜完了，可以吃东西了。直播妹妹吃鸡翅，哇，香了，回一下啦，顺便去拿个口红。好激动好激动，我刚入的口红终于到了。你们那边是不是跟我这里一样，一下太阳一下下雨的？到家，李佳琦同款口红终于到啦。哇哦，植村秀163，口红就是每个少女的梦啊，优雅神秘少女。先把这个口红卸掉，然后试一下好不好看，赶紧试一下，哑光的都这么滋润耶、喜欢，还送了一些不同系列的洗面奶，100轰100轰。好，愉快的一天就这么结束啦，拜拜。今日份小问题，请问我是去肯德基干什么的？